来帮我们念这个。我的心动是喜欢的那个你突然降临，但是那个你有一些特别。这一天我正在追一本我非常喜欢的连载漫画，神奇的故事就这么发生了。男主角从漫画书里面走到了我的身边，然后向我告白。哎，干嘛呢？你怎么从书里面出来了？看漫画呢。啊，我不喜欢看这个。那我喜欢看你。我喜欢看。哎，这厉害！哎，这个转的厉害，这个转的厉害！哇，谢谢谢谢谢谢！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，高手，高手，好，磕到了磕到了。好，那你我给你再回去再回去啊。你穿越了，我回不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不你跟我一起回去吧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回去吧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回去吧。啊，那我会变成谁呢？变成谁都可以，是你就行，是你就行。有了啦！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呦！那我回去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几分？几分？满分。满分。好好，那回去回去回去。挥手，挥手，挥手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怎么到？现实生活中来了。我以为我刚刚在看漫画，结果我跑到你的世界里来了。可是我在看漫画，我看漫画中的人物就是你。我是个怪物哎。可是我喜欢你这个怪物啊。你喜欢怪物？对。我看了漫画是美少女战士，我看里面是你是里面的战士啊。没有，我是里面那个公主，你在保护我。所以是美女与野兽，我是野兽。对。哇，好浪漫。你好。你好。那我现在是野兽的样子吗？那没有，你现在特别帅。那所以你会像里面一样永远保护我吗？会。真的吗？我的妆法师一直都在。可以一直帮我画好好的妆。谢谢谢谢两位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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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挺好玩的。一同的这个感觉，我突然间想到了上大学时候的感觉，所以我刚才会很放松。对，我要很紧张的时候我就很焦虑，但是我很放松的时候我是打开的。其实我在说，我说我看的是蜡笔小新，我以为他说欧美呀，结果他我长大了。长大了，超酷的吧，超酷的超酷的超酷的。